係咩？今日熱添啦，煲緊㗎啦。大家好，我係余波，係我搞出車。平時我拍片之前咧就係咁樣手揸住兩部機，因為我啲飛領車擠唔到嘢，我又唔中意孭背囊。咁我依家就會去 set 機，咁就會出車，亦都會拍片俾大家睇。今日揸邊部好？今日揸我嗰部啊，250cc。揸你嗰部？點解啊？揸呢部。邊部啊？又有著屎頂你個肺！唉，屌！你嚇唔揸呢部？揸 Mary 定咩啊？揸 Mary 出唔到大場面啊！部車又慢又奪，又昂奪奪。出邊部先唔慢唔奪唔昂奪奪啊？係咪好驚喜啊？今日轉頭你咪知啦。嗱，咁樣咧就 set 好咗個呢個 cam 啦，之後就 set 麥。所以話大家睇片嘅背後，其實我哋要做好多嘢嘅。跟住係咪有啲特別嘢啊？啊！呢部咩嚟噶？点解要落锁嘅？惊俾人偷车咁咯。系咩？今日揸呢部。你咩啊？似火似车。先，系，喂，1、2、3，喂，哇，可能会着啦，好车，哇，快，今天出車就正式開始了。陳明呢今天坐的車是車尾這個頭、有個朋友在門口等你坐四輪今天、我坐四輪我要追上去坐个 friend 架四碌去爆炸问佢，就系咁。喂哟，陈明开始影紧啦，已经。好啦，依家出发啦。今天这个日子都挺特别的，事关就是一年前，如果大家有看呢，就是余波的后宫去 BBQ， 而这班人呢在我 channel 刚刚开的时候就一直都帮我手啦，那当中呢有不少是当时呢是刚刚学紧车的，时间过得很快，他们由一开头看我的 channel 啦，学车啦，去到现在大部分人呢都已经拿到牌了，所以说一早看我 channel 的人呢，喂，哈哈，你真的很激啊！哇，我想说今次出车应该是我人生第一次做得最癫的事，为什么啊？因为我是揸紧一部 PGM 二冲程的电单车，再加上我即场现场录音，再加有部 Jimmy， 这部叫 Jimmy 啊，陈明坐在部车上拍紧 Rolling Shot。哇！我真的觉得好癫啊！呢件事，我个脑完全系 focus 唔到啊！然后我后面仲要带住咗一个余波嘅后宫入去八号仔啊！唔知道你哋感唔感受到呢件事系有几咁紧张同埋刺激？因为我话过咧，我2021年咧，我定咗目标俾自己啦，咁我一定要让呢个 channel 更加突破啦，同埋发展到。咁我答应大家咧，就一定会拍啲更加好嘅片出嚟俾大家睇。讲得太远啦，太 high 啦，要小心啲，因为呢部车冇 engine brake 嘅，我一个唔小心咧，
我唔望到，我就会指埋前面部车度噶啦。最紧要大家睇得开心就得啦。嗯，由佢哋依家开始有牌啦，咁一路以嚟都冇机会出车，今日咧就系时候约齐佢哋，全部一齐出车。咁除咗系我叫做佢哋一直以嚟帮我手打字幕啦，帮我手啦，做咗好多唔同嘅嘢。早喺一个礼拜之前咧，有个客约咗网店教授，但系佢本身约咗9:30嘅，但系因为我今日要迎接呢件事咧，个教授转咗系八号仔，所以出到八号仔第一时间系要教授咯。咁所以今日咧系好重要嘅，除咗系我要俾陈明试拍一啲唔同嘅嘢之外，亦都系对自己一种突破。大家都知道香港嘅路面咧系好讲反应噶啦，咁为咗拍一啲更加好嘅片咧，咁我需要再将我嘅反应咧练得更加快，同埋留意到嘅更加多。睇 Cola 喺埋后面先，喺度安全。第一次睇我 channel 嘅人，记得订阅我个 channel 啦，入埋个钟仔，定时定候有好片咧就会通知大家啦。咁我哋咧，因为依家条路太烂啦，咁我哋出到八号仔再讲。哇，好多车啊！今日八号仔，死，摆边好呢？好多车啊，走开啊，顶唔住啊，个警力士，快啲伸手啊，顶唔住啊！你等一阵，我做啲正经嘢先。系啊，哇，阿明咧，我件嘢咧，我件货啊。啊，呢件货喺我袋度。我要攞咗件嘢俾个客先啊，佢等咗耐。你得唔得啊？入面嘅最左边啊，你睇到啲车出，你跟住佢入啊。唔好意思啊，你等咁耐，系啊，好塞啊，唔好意思。好啦，到站啦，之后嘅机交俾陈明啦。差唔多，系啊，过四唔知过五咯，差唔多。未计 D2T， 未计 D2T， 系啊。我估唔到啊，现零嚟讲，我都过百分之一公里。做咩今日咁进取啊？我教先访问得唔得啊？系啊，有手套，我咪戴埋手套咁样做啲嘢先。玩旧车，玩旧车喎！我依位少女好进取啊嘛！正只长颈鹿摆喺佢个头度。我见阿轩出席好多活动。最又上山顶又成，我见你啲相。自私相。接，我哋跟阿信行啦，佢棉一仔，迎接棉一仔得啦。做 YouTuber 就系咁噶啦，人哋开车我就 set 机。咁依家咧，我哋就出发去欣澳喎。系啊，欣澳啊。有个海边，好似有啲石壳，跟住喺嗰度影下相，大家倾下偈。因为今日爆炸，好多人要塞车，咁所以我哋一阵间会拉龙拍片，慢慢一齐入去。香港 MotoGP 第一轮赛事。首輪排位排第一位的 AK， 第二位是因為部車太輕要孭綁的 Manson 同埋佢女朋友啦，排第三位的是阿軒啊，第四位的是 Cola。由於大會覺得呢位選手精能太勁啦，所以要包尾遲咗十秒起步。呢個咩啊？五號馬匹烏泡泡，烏泡泡啊！我哋有架安全车已经着好咗反光衣喺前面等紧啦，所有选手就准备啦。
边度嚟嘅咧？对唔住，我旁述唔到啦，因为我唔知道自己喺边。隔篱呢度系北大屿山公路，好似系。哇！边度嚟噶呢度 ？So sad。熄嗰盏头灯佢先。太好啦！哇，后面 Jimmy 盏灯好光啊！死了，我真的未嚟过呢度，黑掹掹，因路一啲咁样嘅地方嘅咩？我部 PGM 水温好高啊，90度啦，顶唔住啦部车就嚟，好立啊部车，我有少少后悔揸呢部车嚟啦，因为呢度好烂啊条路，我哋手好痹啊依家，放松啲先，好靓啊！哇！原來我左手邊係老博嚟噶，好彩冇拉嗨埋去啫。到啦，到啦，到啦！喂，點解唔去呢度下面嘅？好攰啊！我哋到咗啦，呢度係邊度嚟噶？呢度叫呢度邊度嚟噶？欣澳，好攰啊！部车就嚟散啦，我个人都就嚟散啦。嗰句嗰个咩咩好味是良知啊？好似唔系咁嘅，唔系忍四百，系咪系咪嗰啲咩卡哇沙？右边好似有嘅话，应该部车可以去到高山。痴汉啊，系系啊。